叫乌木，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，就喜欢唱歌。在草原上可以随便喊随便叫，妈妈希望能看到我唱歌的样子。你真帅。谢谢，今天在舞台上会好好表现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乌达木。从你的服装，我感觉你应该是蒙古族。对，我是蒙古族。在内蒙古什么地方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。呼伦贝尔大草原。对对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是发明一个墨水，把那个墨水在地上一点，就会全世界就会变成绿草。好美的梦想哦！你为我们表演什么？我唱歌。唱什么歌呢？唱梦中的额吉。梦中我知道，额吉是什么意思？额吉就是妈妈的意思。那你问妈妈在哪里呢？妈妈在天堂里。爸爸呢？爸也是出车祸去世的。先唱歌好吗？好吧。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
我先平静一下，你先帮我顶一把。达木，你刚说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到妈妈，对，你能告诉我你想妈妈一个人的时候你怎么度过的吗？晚上时候我就会做梦，有时候会做妈妈在我旁边待着。像你这样的孩子，其实我希望你未来可以把所有的妈妈都当成你的妈妈。我想在场做妈妈的人看到这样孩子都会爱的，对吧？啊，淑俊，我觉得你的气质就很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卡通的那种男主角。你知道他很像法国那个漫画小王子。对，你看他整个的样子就是一个贵族气质的小王子，看到人间哪边有苦难或者是有悲伤的事情，你就唱一首歌，像刚刚的那首歌，它就好像你的墨水一样，那个地方立刻就绿草如茵，大家就变得非常的欢乐。这是我对你整个表演的幻想，我相信这也是大家看到的那种感受，大家支不支持我？你很想念妈妈的拥抱吧？对，好，你再帮我们清唱一小段好吗？然后我能不能代表所有的妈妈给你一个妈妈的拥抱？对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叫我一声小姨妈妈。她不啊，姨妈。哦，你能不能现在清唱一个？我觉得达木是一个非常好的好孩子，然后达木很多人在爱你哦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对，满满的爱，爸爸妈妈在天国上也会保佑你健康的长大，成为一个很棒的人。我们一起跟着天上爸爸说句话好吗？妈妈，我很想你。想哭的时候要学会哭哦，好不好？像小姨阿姨这么爱哭，就你想哭的时候也要让自己哭出来。一个会哭的人，他才知道怎么笑。小姨，因为蒙古男人对眼泪的解读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啊，真是这样。乌达木，你具有非常显著的草原的特质。你们那边的孩子像你这样子，都比较早的成熟。我希望你能够再一次出现在我们达人秀的舞台，你愿意吗？愿意。波波叔叔要给你 ，yes。谢谢。不管你的故事怎么样，达木最重要的是你歌唱的真的很好。我没有听过小孩声音可以这么远，这么远，这么远。啊。对，真的是好像传到了天那样子，所以我也要给你 yes。 谢谢你姨妈给了你 yes。 淑俊，刚刚你的歌声一唱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已经超乎我们说要判断说技术上是好不好听，而是你已经有一种穿透力，直指人心，让所有的人都为你的歌声而震荡。我觉得你应该要继续唱下去，让这样的气息去感染所有的人。我非常支持你继续的演出。Yes， 谢谢。我的梦想是发明一个墨水，把那个墨水在地上一点，就会全世界就会变成绿草。